这次能回到家乡开演唱会呢，我觉得非常的亲切，也非常的开心。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流行音乐，就是听到的是邓丽君老师的歌曲，所以对她的歌声有非常深的印象。希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，然后继续的用我的方式呢，去传承邓丽君老师的音乐文化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